好，嗱，我哋天壇大佛呢边咧已经准备好啦，我哋一众主力嘉宾啦，同埋咧各位歌手朋友咧，已经咧齐集台上咯。系咪大家有一个好特别嘅心情咧，去迎接2022年噶？ 開 show 一開頭講嗰句，俾啲真人睇下。哇！呢個2022年，中環海濱嗰邊嘅情況係點啊？當然可以啦，交俾 Derek 同Mia。見到 Aaron 咧，其實咧，我哋嚟到呢一刻咧，當然咧都好想咧同各位咧就係分享一啲説話嘅。咁啊，其實咧，除咗我哋今晚咧喺中環海濱呢邊咧可以睇到我哋咁精彩演出之外咧，其實我哋係會直播到全香港市民咧。 甚至全球咧都可以睇到我哋今晚呢一刻嘅演出，我哋都知道係嘅，所以喺呢度咧，我喺度咧就係衷心祝福我哋全球所有喺呢一刻睇住我哋直播嘅朋友啦，因為睇住我哋直播嘅就喺同佢哋傳達呢個信息，希望大家喺2022年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好，咁我知道咧喺天壇大大嗰邊，亦都會有敲鐘嘅儀式嘅，咁我哋都將呢一個嘅。 演出之后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有请两位嘅主力嘉宾，二报到台前啦，就系为我哋咧系祈福祝愿。有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率先为大家祈福祝愿。我祝愿全港市民喺2022年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快乐。我祝愿香港社会齐心协力，克服疫情。我祝愿国家风调雨顺，欣欣向荣。 多谢行政长官，也请行政长官留步噶。这个时候有请陈东副主任为大家祈福祝愿。众生悠然，祈福纳祥，在这吉星盈岁的时刻，我谨代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代表骆慧宁主任，祝福所有市民朋友新年吉祥，祝福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多謝陳東副主任嘅，請留步下。呢刻咧，我哋又好想睇下咧，中環嗰邊嘅朋友啦，踏入咗2022年啦，你哋有啲咩祝福想同我哋講啊？交俾你。 頭先唔單止我哋咁多位 artist 啊，或者我哋主持人講咗我哋嘅新年嘅願望啦，新年嘅祝福，希望2022年係點啦？我哋而家仲揾到係有，我哋都冇錯啦，好多觀眾朋友都可以講。啊，有得仲有救生添啊！哎呀！
首先找到你隔離呢位嚇朋友，冇錯啊，咁靚女，咁佢嘅新年願望係咩？你有冇同佢溝通過㗎？你冇啊，但我覺得唔知點解可能同佢嘅願望會一樣咧。你嘅願望係咩啊？首先啦，個願望就係希望2022疫情快啲消去啦。冇錯，好啊好啊。頭先睇到熒光幕上見到有郭富城喎，梗係希望郭富城為我哋表演啦。哇！心嘅啫，你又想睇 Aaron？ 我企喺你隔離成晚，你冇講我想話咩嘅？想乜嘢？完全冇話想睇，就係冇話厭厭地啊！冇話想睇，因為你都喺度啦嘛。但係唔係喎，我真係的確咁講喎嚇，我都好想睇 Aaron 喎，但我哋就能夠實現你嘅願望啦！大家今年新年快樂，我哋踏入2022年，為大家做嘅第一位我哋2022年嘅表演嘉賓就係天王郭富城。再射射，浪漫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你多苦心在野，几多伤痕原谅了夜，依依不舍，念念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只想将这颗心砸折，千几款浅信难让我诉说，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有野，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写。越是入夜，越是未觉野，坐在红夜高车，长发发影，心底不羁是野，我花心过还没有借，不舍，你都记不舍。日潮未了夜，我偶想找一颗心可共野，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有野，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偷写。热力在四射，浪漫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你多颗心在野，几多伤痕原谅了夜，依依不舍，怨念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当我想找一颗心可共野，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有野，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写。That's the end。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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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遇见我心里叫伤痛，你敷衍着自己如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隔断，不限量炫耀，动起来，爱心的力量何在？动起来，每一秒都是大爱，动起来，爱心的力量何在？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人生浓浓，掌声雷动，连连连连打破长空，记忆里我心里叫伤痛，不敷衍着自己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经历过之前有渴望，不限量炫耀，动起来，爱心的力量何在？动起来，每一秒都是大爱。动起来，爱心的记录何在？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步汗一下都有用，我是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的世界有渴望，无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我心的力量何在？动起来，每一秒都是大爱。动起来，我心的记录何在？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这世界充满期待。动起来，最精彩的一环。